明明就是一个废物上门女婿，怎么会认识雷暴？哥，戒了，我老婆不喜欢烟味，而且抽烟有害健康。哦，吴成哥，当年要不是你救我，我早被黑爷那孙子给砍了。这么多年，你还支持我扩展势力，没有你，就没有我雷暴的今天。以后有什么用得着小弟的地方，您就只管说。雷暴，你想不想找黑爷，报了一箭之仇，做一做这江城的老大？嘿，想啊，怎么不想？就等你一句话了。哎，是方点点，是那个贱人方点点，是都是他害我的。是他，方家里有他的一份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？圆圆，你太善良了，不知道人心险恶。怎么了？是我刚才吓着你了吗？不是，就是没见过你这么凶的样子，感觉你像变了个人。我就是学了点防身术，至于雷暴。我无意间认识是吗？沐晨，你小子到底还瞒着我多少事儿？怎么回事啊？方云，怎么还没来呀？肯定是事情没办成，跑路了，不敢来了呗。有道理。甜甜，给方云打个电话，问问看怎么回事。不用打了，他呀，根本就来不了。奶奶，昨晚有人亲眼看见方圆进入黑爷的茶楼谈判，彻夜未归。大家也都知道，黑爷那可是以喜好美色出了名的。这一晚上发生了什么，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猜得到吧。这臭不要脸的，真是丢人现眼。方云这么败坏方家的名声，你就应该把他赶出方家才是。不好意思啊各位，整理了一些白天的资料，来晚了。是去整理资料了，还是去野男人床上卖骚？方甜甜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怎么，你不承认啊？那你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你是怎么解决方家的事的，花了多少钱？一分钱没花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，一分钱没花。你说你没有爬上别人的床，谁信你？我昨天晚上就回家了。你说你没有爬上别人的床，谁信你？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小区监控。回去了能证明什么？证明完事儿后可以把你送回去。好热闹啊，走。你们是什么人啊，竟敢闯进我们股东会，你们想干什么？什么人？我是雷暴，还有不认识我的吗？你怎么来了？自然是来解决方家的麻烦。雷先生，你真的愿意帮助我们方家？那是自然，不过我出手的话是要收好处。只要你能帮助我们方家解决麻烦，钱的事儿都好说。还不快跟老太太坦白，小心我要了你的狗命。是我瞎了眼，不该招惹方家，这事都是方甜甜让我干的。接着说。他还说方云貌美如花，我才生了歹心，昨晚一根手指都没碰着啊。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把嘴闭严实了。是你血口喷人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给我钱让我到方家捣乱的，你给我出馊主意让我约了方云，你敢不承认，我撕烂你的嘴。肯定是方云叫你诬陷我的。奶奶，他们串通一气陷害我的。你这个害人精，休想狡辩。你给我的卡还在我身上，还说自己加好了媒体，只要我一得手你就让事情曝光，让方云身败名裂，滚出公司，不对吗？你真卑鄙，你敢打我。你这个混账东西，连方家的脸面都不要了是不是？这也太过分了，必须要严惩。好了，这件事都过去了，你们都不要和别人说。奶奶，你怎么能这么偏心呢？既然你没事儿，就大度点儿，都是姐妹，何必咄咄逼人呢？再说了，
你是项目的负责人，你也是有责任的。出了这个事儿，我也就不追究你了。本来想着要个500,000私下得了，你们这样，我改主意了，200,000，少一分都不行。200万，哎，也是应该给的。我现在叫财务去给你取。说到底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，不然你就只能睡地上。怎么了？是不是白天打架的时候受伤了？算了，你还是睡这儿吧，我不问了。妈，你这一大清早干什么呀？叫那个狗东西给我滚出来。没事，你睡吧，我去看看。怎么了？怎么，你还敢瞪我？吴晨，妈，你凭什么打人？我打的就是这个狗东西，在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，啥也不干，竟然学会了偷我的钱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偷你的钱？就是，你凭什么说是沐晨偷的？你再找找，说不定掉哪了呢。我都找遍了，肯定是他偷的。昨天我在银行刚取了50,000，放了一夜，今天就没有了。不是他拿的，谁拿的？昨天我在银行刚取了50,000，放了一夜，今天就没有了。不是他拿的，谁拿的？我没有偷你钱。不是你拿的，家里就这三个人，不是你拿的，难道是我拿的不成？我，看吧，无语了吧？他承认了吧？我，这钱肯定不是沐晨拿的。你要再这样，我就带他搬出去住。你个小没良心的，嫁给这个窝囊废，连你妈都不认了，我死给你看！你爱咋地咋地。算了，你看看都把你打成啥样了，你还向着他说话？没事，他以前不也这样？以前是以前，以后不可以。你是我老公，不是什么下人奴役。你，哼！我终于把你的心给暖热了。你想搬出去住，我这就给咱们整个房子去。好，咱们以后再也不待教授了。嗯。哎，我带你去参加同学会吧。你愿意带我去参加你的同学会？没想到你换上这身衣服还挺帅的。这是你第一次夸我。你换上这身衣服还挺帅的。这是你第一次夸我，也是第一次给我买衣服。人家都是老公夸老婆，老公给老婆买衣服。那以后换我来。我一大老爷们儿，就这点伤不碍事儿。到时候人家再以为我家暴呢。可不能坏了我老婆的名声。来坐。嗯。今天难得出来散散心。是啊。云云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上学的时候给你递过情书的。嗯。不好意思，你挤到我了。哟，这不是云云那个全城闻名的废物老公吗？你怎么也跟着来了？不用在家洗衣做饭啊。嘿，这脸怎么回事啊？厕所没刷干净，让丈母娘拿鞋底子抽的吧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再酸也没有用，她是我老婆，而你下辈子也没有这种福气。她是我老婆，而你下辈子也没有这种福气。对，上学的时候不喜欢你，现在以后下辈子更不可能。你王超，你行不行了呀？就是被人家夫妻混合双打了吧。方云，你到底喜欢这个废物什么？我跟我老公之间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没钱没本事，还天天吃软饭，他能跟我比得了？我家有两套房子，存款也不少。抓紧点喽，我还等着参观呢。好。
对呀，那总是好呀，是不是？当真是冤家路窄呀！哎，不能玩游戏。过来一下。当真是冤家路窄呀！哎，不能这么玩游戏。喂，过来一下。你不是说有个漂亮的妞介绍给我吗？在哪儿呢？出去等我，别溅你一身血。里面那个怎么能那么大？你老婆是不是？不会，他打的。就他那身板，老子锅才有鬼。我劝你赶紧报警吧，虽然窝囊点，但好歹也是他的命吧。真没事儿。没想到呀。你老公这么能打？他呀，厉害着呢。能打又怎么样？还不是靠你养着。拜拜。报告，我正找你呢。怎么？我让人给打了。敢打你？啊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敢打我兄弟，我给你出去。走，大哥。大哥，就是这废物打的我。大哥，原来他是你的人啊！是，原来他说的砸场子的人就是您啊！对，是我。怎么，你要跟我打一架吗？不敢！你还敢出卖我？豹哥，你怎么打我呀？你还想耍我？豹哥，你怎么打我呀？还不滚过来给大哥道歉啊！要是作死，我也保不住你。快！哎哎哎，我雷豹，哎，既然他是你的人，我就饶了他。不过，他碰了你嫂子的那只爪，给我废了。谢谢大哥饶他狗命。豹哥，哎，不，哎呀呀，豹哥饶了我呀，豹哥，哎，豹哥，你老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怎么连肥龙这号人的老大都对他尊敬有加？可能就是碰巧认识吧，朋友的朋友之类的。那很有面子啊，以后可以在江城横着走了。不过就是一群小混混吧，有什么可能。方云，这男人不能光有蛮力，没用，得有钱才行。我可等着恭喜你乔迁新居呢。放心，不会让你等太久。我说你干嘛非要跟王涛较劲？咱们哪有钱买别墅啊？你不用管，我来想办法。你想什么办法？我还是跟着你一起被嘲笑。不说你了还不行吗？回来。哎呀，你别生气了，我就是去取钱了。你取钱干嘛？我又不找到你妈遗失的那5块钱，
觉得我回家能安生吗？不是你拿的，凭什么用你的钱填补？那不是你妈妈，我能怎么办吗？跟。好你个杀千刀的废物！你既然敢回来，把偷我的钱给我吐出来，要不然我报警抓你！哎呀，妈，这钱不在这儿呢吗？妈，在哪找着的？我哪家都翻遍了呀！你这眼神不太行啊！哎呀，失而复得了，赶紧把它藏起来！妈，这件事你误会了牧尘，是不是该给人道歉呢？